给在歌台三十多年都有了哈，三十多年有没有？女儿啊，五十一年了。哇，不要哎，你几岁开始唱歌？我十几岁啊。五十一年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今年形形色色，我今年六十多岁嘛。真的，五十多年，再来一个掌声，拜托一下。佩芬要找干爸，对啊，我干爹在哪儿啊？干爸，找不到，找不到了，找不到。昨天建兵说他不敢伤了我的心嘛。没有关系，做不了别人的公主就做自己的女王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、干妈，希望在明天，也希望在明天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希望，希望明天就会来咯。是的 Veronica don't give up OK Veronica you can do it你走之前、要不要再是好好的谢谢一下线上所有给你这么、positive 留言的所有的亲爱的好朋友，对对对，再一次的感谢，感谢所有的我们的线上的所有的网民，给我们的支持和鼓励，真的黄碧华给人给我笑笑、如果有、开玩笑的话会甘听听啦，没甘听等我是笑的时候因为真的不会啦，你带给我们这么多快乐、这么的豪华的这个、我真的好像回到以
以前的电视台这样，真的电视台都没有有 Q 的，我知道那 cameraman 有 Q 的，我知道都没有这样豪华、啊。是，对，现在时代在。你最远去表演的国家是哪里？还记得吗？哦，法国啦。你有去法国表演？对呀、啊，我们以前去法国，去美国唱华语歌，唱广东歌、啊。哎，谁的呢、哎？你没有靠一个法国的 boyfriend 回来？没有啦，以前爱看价嘛、哦。哎呀，我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？法国人很高嘛。对呀、啊，你比较小资一点。我会讲法国话。我不相信。呀、yeah, ，merci beaucoup，merci beaucoup，merci beaucoup， 谢谢你。哦、oh,，merci beaucoup，OK，、okay, yeah. 过来。蒙雪莉，蒙雪莉呀，我爱你。蒙白人袂卖蒙雪莉。哎，我学了两句，蒙雪莉这样就好。那你去多久法国？我去了法国两个月。这么快？唱两个月啊，然后就去荷兰，荷兰唱两个月，然后去加拿大，去美国。哎，有捞到吗？哎，那是捞很多啊！哇，真多呀！哎呀，你呢？你卖收起来了，捞了在这边来了那边走了，就是那个爱博个，管啦，卖博安尼做啦。不，这阵无博，这阵无博，这阵这阵无博。哎，录的，这阵无博叫啊，把录有上有时博倒呢，博博叫呢，拍当博麻将呢。不不不，哎，再再讲啊，麻将练头脑。对对对，哎，这个真的，不然那就会老人痴呆。对，麻将练头脑，运动身体好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希望，线上的朋友，感谢您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黄碧华干妈，谢谢，谢谢线上的朋友，谢谢。好了，我干妈很活泼，很可爱了。